敢真正是，真正是你的德行呢的生意。我今仔日拜托你，就算是白手套走后门，我给你做多啊商机，我都有生意啊。对我这对你来讲嘛，做有生意啊。我给你做多啊报酬，但是迄种生意不是真诚哦，因为真诚有一个足大的特性，就是在真诚之下袂做歹代志。因为无可能有一个人会讲，我今天做歹代志是做真心的，所以真诚要给他过滤咱心内任何一点点用低劣无法度交代过的代志。心中一不真诚，那无法度做歹代志的。哦，所以在真诚面前，人家无法说谎。当你说谎了，你真正一世人唔敢面对你的真相，你只当自欺欺。所以呢，咱借着低龄，哦，借着低龄，知影人生的重点，知影人要有同理心，然后开启咱的智慧，会当彰显咱人所有的德行。哦，这是咱对低龄者会当所体悟的道理。你是要看何处？哦，处低者。有人拢会讲，这八字像咧头前甲后壁，头前像咧较轻，后壁可能较重，是咱爱理解无唔对啦。啊，但是是每句通用哦，啊，而且稍微还一点点，就是讲低龄可能较可能低主低较容易做得到，所以咱是主低的部分，咱在占主个聊较广。主低，把人伫在你头前，咱看法正清楚，啊，但是咱家己讲看法正。看法真清楚，也许咱知影咱咧做啥啦，但是咱敢真正知影咱做这件代志，咱背后的动机是啥物？像我咱做这件代志，咱背后的真主人是啥物啦？哦，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代志啊！所以才会讲主低者变。当咱是咱看到咱背后的动机也是清楚啦，也是真正的这个理由。哦，所以呢，有我讲的第一个心定，心定就是。主低，咱就是当真心教育。阿难教佛陀问讲，这心伫倒位？佛陀有讲真侪讲起个部分，就是《楞严经》开始的“悉出真心”哦，这非常有名一个故事。啊，但是佛陀想咱要讲这七个所在，拢唔是答案的这七个所在。佛陀讲是甲阿难迄个类似迄个在玩弄他。这其实不是在玩弄啦，这是要会明白方向错误，心是找不到的。你讲七处真心啦，你再找七十处你就找不到心啦。哦，你按照水按照水，里面外面中间在什么地方藏起来隐藏有的没有的都不是答案。心是找不到的，只能够去察觉。心找不到，但是它无所不在。所以呢？主低就是要你觉得诶，是向你做主，察觉到咱的心，这是主低啊。因为咱。